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山，也有一片净土。对于我来说，每周的爬山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。看一下，今天我们来到了 South Mountain State Park 南山公园。南山公园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，占地面积20,000多亩。这里呢，离夏洛特开车1.5小时。来，我们来听一下流水的声音。Video, it's not a photo. Oh, it's a video. I thought it's a picture. If y'all want to go around, just stay to that lower side and watch your step. Okay, thank you.这里有人受伤了，公园的工作人员正在抢救。我偷看了一下，他是扭到腿了，所以大家来这里的话，走路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平安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课程。Hello， 帅哥，你好帅呀！我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。Hello。我们来啦，看一下旁边就有一个漂亮的瀑布，这是南山公园第一个瀑布。看一下，我把镜头拉近，上面还有两个瀑布，你现在看到的是第二个。看一下我的身后，是一大块长满了青苔的大石头，它是这个南山公园的一个地标。跟着我一起来，我们在这里拍张照片吧。Smile, boy. Smile for the boy camera.这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一个团队，我觉得他们是今天晚上要在这里露营的。这个南山公园呢，总共有10几条徒步的路线，你可以在这里露营、徒步、爬山，你也可以一日游。哇哦，看一下这大树。回头看了一下我们走过的这个山路，其实它并不难走，但是现在呢是春天，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，所以路还是有点滑。让我们继续往前走，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跟着我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听到水声了吗？这是今天我们经过的第二个瀑布，让我们走近看一下，人挺多的，我们要在这里排队等候，就是一波人一波人的上去拍照看风景。瀑布并不是很大，但是呢很壮观，让我想起了飞流直下3000尺，看一下被阳光照的好灿烂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南山公园的最顶部，也就是瀑布的源头，这是最顶端的一个小瀑布，水非常的清澈。过了这座桥，这个今天的有水的风景就基本上走完了，接下来的路呢就是徒步。Hello， 嗨，这水好清啊，这就是源头了。我现在站在河的这边，看着对面刚才我们走过来的那条路，感觉好熟悉，好亲切。完了之后，今天剩下的路呢就是徒步了。这些路并不是特别好走，但是呢很美。看一下下面，就是瀑布的源头，
山顶上的一条小小的小河。这会儿呢，我们要停下来吃一点东西，看看山顶上有几个桌子这样子的，你可以带着你的食物，带着你的朋友来这里做个野炊，然后呢吃一点野餐。这些路都非常的幽静，非常的漂亮，松树都是高高的直直的。现在我们已经要往下走啦，因为今天我们走的路线是有点短的，也算是这个南山公园最短的一条徒步路线。我们走完整个徒步的路线总共花了1小时40分钟，是最短的一条徒步路线。看一下河边有人在垂钓，说明这条河里面有美味的鱼，可惜我不会钓鱼，但是我喜欢这样子的画面，孩子和狗还有幸福的家人。啊，真是太喜欢大自然了，这样的山，这样的水，让人无限的心旷神怡，真是太美。有山有水的地方总是让我情不自禁的想要唱歌，因为我的心情非常的舒畅。这也是最适合你带着你的爱人，带着你的家人，带着你的狗一起来走看一看的一个美丽的地方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南山公园一行呢就到此结束。今天呢我们只走了一条徒步的线路，希望下次我们来的时候呢还在这里见到你。那感谢您的观看，记得给我点个赞转发，然后呢让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